大家好，我是乐血阿杰。我们刚才在树丛中，因为一位大哥呢，他无意间发现说有蝴蝶，我就靠过来一看，没想到这蝴蝶竟然是一对正在交配中的天鹅哦。你看，哇塞，超厉害，有没有很漂亮？我常常说自然的生物啊，你不要用生物的观点去看它的话，它是一个很漂亮的什么自然艺术品。你看这对交配的天鹅颜色多好看，走，挡住我自己，好，我自己的脸要靠过来。哇，他们的样貌，而且他们的脚都收在腹部，因为逆光，所以我就没办法拍那么给大家看。那刚才搜寻了一下网路，它应该是棕绿斜背，棕绿斜背斜线棕绿，好，不管，等一下我把名字打在我们的标题上面，所以各位别忘记了，在自然的环境中有很多生物，它是非常棒的自然艺术品，请大家用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我们的环境跟生态，然后不要忘记。只有好的森林才有好的生态样貌，才有这些丰富的物种可以让我们观察哦。乐血阿杰乐血介绍，别忘了这个礼拜六下午5点准时收看东森悠悠台的好好玩自然，我跟柳丁哥哥还有崇威老师会带大家去看各种有趣的生态哦。